意外哦，没办法吧。你这样包我就，哇塞！水系是怎样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完了，这你带金身。哎呦，我刚才盖不下去，突然被卡魔了。换了那刀没抽到，我再盖下去，他直接被我隔开了。那空军要来了吧？他金身的，有他来了，他来了。金身的，我想想。这边板子没用，那边还有窗户板子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不要让他包大水器啊！不是啊，为什么是佣兵救空军呢？哎、欸，休息啊！哇，你们为什么要两个人救啊？哇，超浪费耶，真的。你干嘛不收收叉子嘞？你为什么不收叉子嘞？我就问。走开！你没了啦，鱼女，真的。你刚才真是莫名其妙的。你要干嘛？你在跟我玩转圈圈？哎呦喂呀！反正佣兵空军这样乱救，我都脸绿了。就后来就是救下来那个鱼女，不收叉。你干嘛啦？你这空军又想发神经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真的要发神经哎、欸！别救啊！你一个没东西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